开的喉咙，早就无可奈痛了。是个一吗？啊！亏损最大化，我操！哎，你也只补了一个，那没事。只要他跟我一样亏，那我就等于没亏。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船长走中，以前船长就走中路，我就给他掰回上路了。以前船长走中路，他们都没上到分，我走上路了，我上到分了，然后他们也全部走上路。后面随着版本的改变，然后就全部都走上路了。像高分段一看，基本上全部是上路的。小闪，不想跟他墨迹。这好像是坏的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没有，以前他们都玩中单船长，基本上都是中单船长。我要中路玩的不舒服，在中路玩的不舒服，我就直接转上了。我转上的时候，我就直接上到一区第二的呀。他们走中路船长，搞个大师都困难，说实话。搞个大师船长都困难，他们看我走上路能上分，他们也走上路。确实后面的版本走上路会比较好一点，我游戏理解没问题，我玩的不舒服，我肯定要改变一下。打不到，拉稀了。以前船长确实是蓝水晶出门，蓝水晶出门，然后加药水，然后苟着发育。以前船长对线很弱的，就基本上对线只能 Q 小兵，救不了几下人。当心炸药桶！渣子！怎么？是小孩子的用词。人人有份。普朗东是 S5 上的 S5 S6 上的，我比较后面，在 S7 S8 我的分是最高的，没有任何一个船长能比的，我都是千分起步的。那两个赛季的话，其他船长连我车尾灯都看不到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猛。人人有份，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那肯定有兄弟问，那为什么你 S7 S8 两个赛季最猛，你还要跟实业齐名？其实对这个东西我并不会太在意这个东西。我感觉兄弟们要看我喜欢看我直播就好了。妈的！我要多回数，我不够低了吗？操！该走，不想走，妈的！
找个魔看吧，受不了，这把影魔刀肯定要出了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我真的是糊了呀！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我下步有闪，再干他一波。大招又留了下步杀，可能差点魔法伤害。要时刻留心背后。又一个。大海没有尽头，我有。更多火药。越了。十一要越了。换就换，没关系。直接换，省个省，换了他这线子了，我下步线还是好。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没打了。当心炸药桶！死亡还他妈杀不可出来，丢剑流吧。再碰不该流。砍太多小兵了。哦，不是不是，卡的兄弟们，突然电脑好卡。信我的兄弟扣个一，信我电脑卡的兄弟扣个一，真卡了，真卡了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信我兄弟扣个一。为什么不早开大？我怕他跑了。我不知道他伤害这么高，我先手开大我就怕他跑了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你最烦的是什么？最烦的就是你开大然后他跑了，我就不是很愿意。我希望能拼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再开大。主要要不是我电脑卡了，我早把他做掉了。这样交替的吗？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又一个，并没有用。哦，你在下？我要把我的房子烧成渣。这也 A 呀，好恶心。更多火药，死亡的潮汐，难受，我的归来。死人们讲述着我的故事，搞笑。当心炸药桶，连起来了。回来是会变大将。我等个 W 骗他一手。被割开的喉咙。你至于以为又能秒我呀？老子就等个 W。渣子。妹的，这不伤害这么高啊？没道理呀。真没道理，兄弟。为
牛逼！牛逼！屌还是你屌阿豹？阿豹，我希望你一会也这么硬气，阿豹。给阿豹串起来了，兄弟们，给阿豹串起来了，八个人了，武器被单独杀了，无敌劫杀神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我虽然失去了船，没有失去灵魂。小马，没机会了你，五个刀都出了，要你们那么多 AP， 我可以直接搞大一魔刀，看你们怎么杀我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更多火药。也去蹲他一下，看能不能蹲得到他。仁慈已经和船一起沉没了。他去拿小龙。他肯定以为又能杀我。那么大个影魔刀。看不到是不是？Shut down. 爽到极点！我吃了四次。火轰鸣！Let them die. 一直搁这 Let them die. 哪里这么屌？卡了，兄弟们，先出这个吧。这个有机会滑铲刀给他秒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难受啊！操！我想去蹲他打红 buff， 结果刚好撞他脸上去了。我应该去石头人那里蹲他，去石头人那里蹲他，其实蹲到了。如果在石头人这里蹲的话，他没有红 buff， 他要走过来从这个地方去打石头人的。如果我在这里蹲的话，就蹲到了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没用，这种英雄没用，我以后随便杀他们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烧吧！没出来。不是今天。杀了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
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说法。我进不了去。装什么？你很屌吗？我要一路扛回。等输吧你，还给我送个大终结，直接拿下石牌，带领队友走向胜利。我的 fucking 这么该。居然不推，妈的！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杀他！用刀妹先出那个。又是洗白，兄弟！又拿洗白呀、啊！这刀妹先出个智慧默认就好了。又拿十白，那暴你给我中了二十白，感觉也还行。暗爪对火刀也有加成，有的。啥呀？这是，这都打不过吗？这都打不过吗？这样子又没伤害你，兄弟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那他肯定刷上路野区，来晚了。现跑是吧？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。你小子，干什么？你他妈能杀得了我？想什么？我操！什么东西？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我舒服了，舒服了，舒服了！发大财，发大财！美鸡鸡，兄弟们！
么一个个都不说话的啊？怎么一个个连信号都不发一个？还得我自己问是吧？很牛是吧？那就行。一个个都不说话，搁那装高手，还得我自己来问。更多火药。我感觉二十都没有，感觉要等会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下路清不清。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疯了疯了，笑死 AD 都不在，你们怎么可能杀得了我？我的引魔刀都没触发过。我亮标了，你的标呢？操，没丢出来，给他断了断了。别吵了别吵了，我的建议是掐宵夜掐宵夜。没办牌子的话可以点这个三天是一毛钱就可以办牌子了，还有机会中宵夜。谢谢兄弟们的牌子，谢谢兄弟。没暴击我，为什么不暴击啊？少个人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杀你还不简单，那种暴击他们全部都得一个都跑不了，牛逼，差不多扔可以。那你走，你能走我都算你牛逼。AD 打我很痛，推上路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哟，
操，两下没一下是爆的，还是第三下才爆的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水位。AD 啥都没干就残了，我死亡之女没砸到他，但他死了，被歪了。你打我。你的标呢？亮标吗？这不是很爱亮标吗？标我，标我！你的图标呢？你的表情呢？你小子还亮表情？